而有社工背景的新议员杨华美则是抽中了二号。杨华美表示，上任三年多来，以社福、教育文化等重大政见争取各项福利和建设，也恳请市民持续支持他。新议员黄伟表示，他来自社会福利工作，相当了解弱势机构和弱势家庭，以社会福利、教育文化发展愿景理念来为大家服务，也恳请大家继续支持他。这次收到二号，然后希望真的能够好好的把剩下的三十几天的选举走完，然后这个号码会是我们的最好的幸运数字，然后票投二号杨华美，花莲会更美，让2022美丽再现，然后再请大家继续支持社工参政无党籍候选人杨华美。杨华美表示，三年多来学习到许多的行政工作的经验，他除了会做好监督行政的工作，同时会以专业的角度把关每一笔纳税人的钱，以务实的态度来为乡亲服务。记者 John 华沙报道。